辣条，马上要放寒假了，我想带朋友玩一起迷你，你能不能做个入门介绍？那你问对人了，我辣条可是迷你八年老玩家，首先是这个洪水，是迷你里的温泉，跳进去就可以泡澡。啊？那为什么你身上着火了？哎，我要回家。啊，这个是火焰特效，能治愈你的伤口，并且回血。如果你碰到，千万不要错过，你泡的时间越长，回的血就越多。原来是这样，学到了。那后面蓝色的液体呢？这个是冰川水毒，温度高达-100度，只要跳进去就会扣血，而且还会中毒呢。我去，这么恐怖，我要是遇到，我肯定有多远跑多远。嗯，孺子可教也。那后面绿色液体呢？这看起来就……这可是好东西，它叫能量体，只要喝了你就有无限的能量，而且还能给身体按摩呢。我就说嘛，这看起来就很厉害。下一个是后面这个，我知道，这是迷你世界的玻璃。错啊，这可是迷你世界上最坚硬的方块，无论你有什么工具都无法挖掘它。我去，这么坚硬，差点就被它的外表迷惑了。那下一个呢？这个呀，是迷你最脆弱的方块，我们通常用来建房子的，要是你遇到可以多收集一点，非常好用。哦，学到了。那后面这些花花绿绿的像，这些都是迷你最垃圾的方块，一点都不值钱。哦，我就说怎么像垃圾呢？后面这些普普通通的方块才是迷你最值钱的方块，随便一块都价值百万，只要你拥有一块，那就是迷你首富了。我去，还真是人。嘿，石头不可貌相啊，等我遇到，我肯定要把背包都捡满。这就对了。然后这里是迷你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，只要吃一口你觉得满血复活。看不起，不好吃，竟然有这么效果。这边是迷你世界最难吃的食物，吃了不仅会扣血还会拉肚子呢。这种垃圾食物狗看了都摇头。没错，所以我们一般都用来喂猪。那后面这个武器呢？这是迷你世界伤害最高的武器，不仅坚硬无比，而且还能秒杀 boss。这后面是迷你最垃圾的武器，连野外都打不动，伤害还没拳头高呢，新手都不会用。原来如此。再往后，这是迷你世界最好用的工具，不仅速度快，而且不会损坏。这后面是迷你最烂的工具，连土块都挖不动。苏哥，我知道，那后面这个装备是不是最牛的？冰哥答对了，这就是迷你最牛的装备，穿上之后你的防御力直接拉满，加9999，我是根本打不动你。那后面肯定是最烂的。我肯定不穿，嘿嘿，等我朋友上线，让他穿，坑死他。没错，有眼力见。这后面是迷你坠落的野怪。哇塞，这蛋也太可爱了。对的，特别是这个抱抱蛋，只要你抱着它，它就会给你发射爱心，非常温顺。这后面是迷你最恐怖的野怪，你看这牛角攻击高得离谱，你要是遇到，最好有多远跑多远。了解。后面这个门是迷你最坚固的门，不仅防火防盗，还能防小偷。我去，这么厉害。而这个门是迷你最垃圾的门，不仅长得丑，而且轻轻一打就碎了。啊，这门是用豆腐渣做的吧？这也太拉了。再往后，这是迷你最好用的灯，不仅可爱，还能召唤萤火虫呢。哇塞，这也太好看了吧。而这些是迷你最拉的灯，不仅难看，而且还刺眼睛，千万别做。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就这个是迷你最好吃的蜜蜂，你如果遇到可以直接挖着吃。学会了，哈哈哈，以后我就是迷你大神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